好，接下来，我们要再听听所有乐器合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在学乐器的时候，然后在乐团里面工作，你知道我们最喜欢做什么事吗？在对，就是就把它当作剑来玩。结果有一次玩断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去找老师，我就跟老师讲说我没有办法演奏了。老师说，谁说的？你可以练 pizzicato。什么是 pizzicato 呢？你们等着看哦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弓放下来。Thank you.